伤在机车起步油门催到底，没想到就在下一秒悲剧发生。后座男子整个人头朝下倒栽葱，重摔在大马路，连拖鞋都往空中喷飞，落地又翻了一圈，看起来真的好痛。事发就在新北板桥庄敬路前，后座男子没坐好，瞬间变成在地人。换个角度看，男子摔车瞬间，后方另一辆双载机车紧贴，一个不小心，差点就酿成连环事故。同样也是惊险一瞬间，好几辆机车在马路往前直行，就在这时。一只小黄狗突然冲到马路中间，蓝衣骑士眼明手快，急忙刹车，但右方骑士就没这么幸运，视线死角当场撞了上去，左摇右摆失控翻车，往右边重摔，腿被压在机车底下，一旁骑士全停下来帮忙，好不容易才挣脱爬出。事发就在新北土城永丰路上，小狗饲主没用牵绳，放任狗狗在路上乱窜，这下酿成骑士摔伤交通事故，将要负起赔偿责任。记者陈其鹏、范雅乔综合报道。